H，O，H，我可以画一个吗？可以可以。我就想证明我来过，所以我写一个，到此一游。不行。得了，哎，我走开，对吧？整一个。我来个达到至简。可以，达到至简 ，PYC。好了，我已经做完画了，我去做饭了。你去吧，我就想证明我来过。达到至简 ，PYC。真的很想把鹏鹏这个给他擦了，看鹏鹏啥都没干，就在这里签了个名，凭什么？达到至简，而且写在了最重要的位置，好像这个船是他的。这样我至少帮他加用浅色加一点阴，至少帮他加一点点阴影，让他这个有一点点美感，不然真的太像到此一游了。有点意思，那如果这样的话，我把黄老师的名字也写上去，我把黄老师加进去了。好，这是眼睛吗？是的，好漂亮啊。哇，你画的是两个人呢。嗯，我看到了。哇，眼睛都很好。看出来是个人头了吧？看得出来。这个发型就是我在蘑菇屋经常有的发型。何老师，你们上次叫我什么来着？我说我多了一个绰号叫张哥。谁在撒娇？真的是嘤嘤怪。恍惚间，刚他看着外边，突然觉得是版纳似的，是不是有点？一瞬间觉得有点像，但是突然看到海。